欢迎收看本期的日剧不停吧，我是小鹿。香蜜沉沉烬如霜正在热播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最大的看点就是蠢萌的小葡萄了，不仅人美心善，还特好骗。连身边的矿渡对润玉虎视眈眈都不知道，还任由矿渡敲他的墙角。小编看得直捶胸顿足，不禁大呼：锦觅长点心吧！当矿渡变成一位满脸胡茬的天兵天将，问锦觅润玉喜欢怎样的女子时，缺心眼儿的锦觅竟然十分开心地对矿渡说：她这样的女子吧。当矿渡再问锦觅介不介意润玉纳妾时，锦觅很直接地表示不介意。矿渡倒是十分开心了，但锦觅以后的日子可就惨了。不过锦觅虽然答应了，矿渡虽然开心了，但小鱼仙官不一定会答应。小鱼仙官不一定开心，看着这样的锦觅，网友不禁吐槽：有这样的老婆好惨，的确好惨。小编都忍不住心疼润玉了。相比蠢萌的锦觅，矿渡可谓是集才华与容貌于一身。虽然润玉与锦觅是有婚约，锦觅将来会成为琉璃宫的主人，但这并不妨碍矿渡喜欢润玉。矿渡为了能够常常看见润玉，抛弃太乙真人千金的身份，屈身于琉璃宫做一位小小的婢女。不过这样是有好处的，作为琉璃宫里唯一的女性生物，矿渡可以日日与润玉相伴。矿渡与润玉日久生情也未尝不可。这样当矿渡表白润玉要做妾时，润也不一定会拒绝，可谓是步步为营。不过小葡萄真的太需要长点心了。